然后这一个蚕也是很重要，球很重将哎。是咯。哦，那么这个也很重将，所以这个蚕的话也要小心哦。它、啊、整个掉下来。哦，怕整个掉下来呀、啊。嗯。在你们有没有？好。主要是在疫情过后呢，我们觉得在整个的秩序上啊，社会的秩序也好，个人的秩序也好，好像乱了一点，没有一些东西来给教会啊，或者是疙瘩的居民有一些的兴奋的感觉，所以就想了，哎，我们靠着这个圣诞节来做一下，就想到了怎么样把这个景点布置得好。这花费在这个景点方面，我们大概要用到20000多左右。啊，这20000多呢，是不容易啊，因为要在户外去设计这个又耐又在一个月可以顶一个月多的这个整个的圣诞不容易，所以就想了怎么样。后来想出来了过后，就在中国订了一些的东西，然后想办法自己弟兄5-6个人怎么样的把它拼凑起来啊，一边做一边想，一边做一边想。就想就把这个圣诞树做好，这个整30尺的圣诞树，然后呢，这个我们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包括一些的景点，我们大概用了2天的时间。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这些景点呢，最主要是让人家感觉到，哎，我们人还有一种感恩的心，啊，在疫情里面，我们除了感恩的话，还有一个盼望，让人家看到这个整个的环境的精彩。这个人也是还是一样能够有精彩的一面，比如讲这个圣诞树，我们觉得不大可能完成的三十尺不大可能完成，好难完成。后来做下，哎，怎么样知道原来人一开始的话，我们的真的能够我可以完成的，然后我们一面做一面就完成了，好。